得益于互联网和冷链运输的快速发展，宁德福安的葡萄种植户如今已经改变了坐在地头等买主的传统销售方式，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建立起覆盖省内外的网络销售平台。今年在葡萄产区广泛配备的农村物流智能取票机更是大大提高了葡萄销售的物流效率。只要消费者在淘宝或微信下单，果农就可以凭借身份证或验证码直接在自助机上打印出物流寄递单。订单打印出来以后，他就直接贴到了葡萄箱子，由我们的农村的干线物流车子把它装上车，回到物流中心分货出去。借力新零售，福安市葡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7万亩，葡萄年产量8.5万吨，年产值9.5亿元，当地19.3万农民从中受益。